Fly me to the moon, let me play. King's Road 国王大道为泰晤士河北岸横贯了 Chelsea 与 Fulham 两个区，是伦敦最优质的购物街之一。地铁站 Sloane Square 就位于整条马路的起点位置，一路漫步下去可以看到国际精品、时尚小店、设计画廊、独立书店、餐厅、酒馆，甚至奢华家饰家具等一应俱全。 In other words, baby, kiss me。 长达 1.8 英里的 King's Road 将皇家历史、新时代文化与时尚艺术三者融合，在缤纷的伦敦市区中成为了具有自我风格的独特区域，自成一区。相比起高大上的 Mayfair， 这里吸引的更多的是奢侈精致的独立店面，众多知名的独立设计师、艺术家以一种低调奢华的方式展现。In other words, I love you。 在这里你也能轻易的找到一些中产高阶品牌。红色公交车在 King's Road 上穿梭来去，为这条古老又摩登的街道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在这里随处可见大片的绿地、百年建筑、药妆店、美甲店、米其林餐厅，甚至是网红蛋糕店。King's Road 俨然成为了西伦敦文化变迁的见证者，加之它出色的学术氛围，一流中小学以及大学都在附近，也使之成为了英国富人以及明星最钟爱的安家之处。King's Road Park 距离 King's Road 仅60米，步行1分钟，它距离 Fulham Broadway 地铁站步行仅7分钟路程，地理位置优越。项目外观由著名设计师事务所 EPR 操刀，而项目内整整 2.4 万平方米的花园面积让 King's Road Park 名副其实。庭内花园为业主专门设计，由迷宫、精心修剪的草坪和喷泉池组成，从高处往下看能欣赏到整座花园富于变化的几何造型。建筑外观融合了现代设计元素，引入了传统美学，线条明确，井然有序的窗户体现出典型的乔治亚风格，这和底蕴深厚的街道和谐共处。开放式露台打破了结构的封闭性，简约而纯粹。室内设计则由 Johnson Naylor 鼎力创作，力求由表及里，由内而外地提供完美生活体验，时尚大气，温馨而舒适。Lisa 看房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来黑英国上海人，我说关注我。